看到吗？好，看得看不到。到。怕你们看荧幕太小看不到，我帮你们放大一点。我看不到，哈记，我还是看不到。还看不到？对，我还还是是看不到。既然都看不到，还是戳瞎好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是啊，先记录啊。快晚上了。之前的记录，就不用每次都是在从那个一开始再重来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今天要不要下地洞之类的要，洞都开了，三是谁三开的、啊？不知道。杰克吧？杰克吗？哦，杰克哦，杰克哦，杰克哦，累了，杰克哦。安静。天黑请闭眼哦。我想问一件事情，你们那一天第一次开的时候加大概多久啊？不会很久啊，不会很久因为啊。我们是一起开的，其实蛮快的啊。还是你要不要跟重开算了，重新加一次？好，我觉得可能是卡住了。好，我重加。那我模组该用的在啦，都有家里太多微博了吧？这个不是火炉吗？哦，不是啦，怎么了？蝙蝠啦。哦，这有人乱敲洞哦。哦，杰克哦。谁啊？中文名叫什么？BI2，对啊，那叫饥一荒，起。大陆版的饥荒是，饥荒还好像是，哎，白痴哦，就是这个死。啥？你看这个舞台姿势，这个哦，舞台到底是干嘛的？我就是他跑过去讲，了，他会一直靠他跑着，到我们家，他会靠着灯光走，然后靠到最后他哦，会来这边 K 修。啊，超烦的，他虽然不会怎么样，可是超烦的。他很烦他就啊，只会一直卡在那边而已啊，对，一个卡一个东西在那里。就，哦，加进来了，你看，进来有没了，有？不用被霸凌了。你现在一进来是天黑的情况，不哎，用对，团他团会是发出生光，在哪里啊？上面啊，上面的门吧，他会在这团边。团你还活着吗？我还没选角色啊。哦，好，你现在可以进来。天，啊，他睡觉，好可爱哦。你们选哦，我看到你们选的东西了。啊，我没带稿纸就出门了，算了。哎呦，我回对，去。我突然发现我身上的工具趴树也正好是。我要选神乐，现在不知道神乐功用是什么。上次接客好像就是选神乐吧，啊，好这样像跟会他有撞勾玉吧，好像会有勾没玉，然后会差抽奖。他可以，对，他可以看那个抽奖。啊，可以抽奖，好，那我要抽，你我要抽开二抽。次啦。可是他很吵，很他吵真的是不是？很吵，他就会一直讲话，他很吵。啊，我有小白。啊！小白竟然是行动行李箱吗？帮 忙背东西很合理呀、好好笑哦！还蛮合理的啊。诶，那你不是应该就是秦敏才对吗？秦敏，他声音好奇怪哦！你叫我吗？好烦哦！卖差啦！吵死了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马上被嫌弃，秒嫌。我记得上次好像右上角会有一个小地图，那个啊，你没安关装掉吗？了吧？哎，我没有动它，设定我会自己关掉。啊，没有，你没有更新到，因为哦，我刚刚也是打开之前发现它一堆模组更新了。嗯，你要么就重开去按一下这更新这样子。哦。我想叫房间装个东西，一个装什么？box 箱子，它是大什么箱东子西都可以，不是，它什么东西都可以打包。嗯，哦，哦，就是你可以把地板东西包起来放旁边，包起来放旁边这样子。知道那个啊？然后那个很好笑，是可以把蛛网带回家，搬回家。我靠，这家伙 好霸气！然后遇到东王的时候，我直接把东王打包。你把东王把打包起来，对，然后再放出来，我手变黑暗东王，够不够？黑暗东王是怎样？我要拿去换黄金，我们黄金最快用完了，我去换一点。有叫醒蜘蛛睡觉的方法吗？
就靠近他，打他。可是打他，我不是就不能喂他了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只是说叫醒他，没有说要喂他。嗯，哇，你快起床啊！醒啊！看神乐走路吧，看神乐走路觉得好丑啊，为什么外八？超奇怪啦！他可能已经……哎，你要讲什么？你要讲什么？脚、啊、不小心扭到过啊！啊，好的。OK， 来给你猪王，猪王给你，我又带一堆黄金，好多、哦。团团迟到来了，对啊，团团迟到啊。哦，大便上次是谁带回来的、啊？大便，大便上次是谁带回来的？小雨吧？小雨吗？小雨上次有玩了、啊，这里有大便吗？有啊。哦，这不是大便。小雨，我记得一直捡到小雨的尸体。对啊，小雨，对，还有上帝之死。小雨最重要的吊冠在我身上。难得，难得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没有地图，我好迷路啊。按 N 可以打开地图啊，就原本的地图，你不能随时看而已。嗨，哦，我听到声音好吵啊、哦！什么？他只讲了一声哎、欸，等，哎呦呀！他怎么一下又饿了？我带黄金回来了，我带蜘蛛回来了。所以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？我看一下啊。耍废！你可以拿着雨伞到处耍废。我有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十个，你帮我去踩大便，去找大便。可是我没有工具、欸。大便只要手有手就好了，你手就可以踩的、啊。你算是挖的，是不是？拿个铲子里面挖。你要铲子，你没有工具，还是给你铲子。哎，有人可以帮我把那个南瓜箱子移远一点。哎，蜘蛛来了啦！那是我的啦，不要打我，我差点，我差点打下去，我差点打下去。帮我把那个南瓜箱给你移远一点，我怕蜘蛛打那个箱子。哎，蜘蛛好害怕哦，它掉进去了，它被抓了。哦，好，南瓜箱，好，没问题。被抓起来了啊！我刚好要煮东西。南瓜箱，你说 Chester 啊？南瓜，拿南瓜箱。那个南瓜箱不是他不是会攻击他吗？他不是南瓜、啊，他是南瓜、啊。不，他是什么？箱子。哦。我们食物都。都没有那个，我要先把这南瓜没有保鲜，我们要去找齿轮啊。韩信有装那个吗？不会坏掉那个。我们还没有冰箱啊。对啊，我想说有的话我就赶快去找。我去东南亚，要重开才能装啊。在哪里啊？东南亚上面这里啊。啊，你要重开吗？那不然我都找那个箱子给你好不好？好啊，你那不然你先找给我。我好痛苦哦，好想要那个东西哦。小风车好好玩哦、欸！火鸡把我们食物全吃完了啦！火鸡在哪里？躲起来了，躲在这草丛后面了。啊，我看没有啊，不是啊，刚刚这些浆果桶是我采的、啊。哦，你这是火鸡啊、哦？火鸡哦，哦你我采哦，我采一采要给你们哦。火鸡团团，火鸡团，我现在没事做啦。火鸡团，哎、欸，哦，这个被抓到他就死掉了。哪个东西、那个陷阱的蜘蛛死了，就直接死了，他不见了。我的蜘蛛，你把蜘蛛抓起来杀了？不是，他自己跑进去了。好爱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是不是要死了 ？No No， 了你会先听到一堆，被打了，那我要去听。真的，因为他现在身上也没东西。我反哎，我有，等一下我要把我的东西放在箱子里。我身上有肉干，哦，有风车啦，小风车。肉干。哎，我死掉，雨伞是不是就不会还我啦？哎，有鸟大便哎、欸，我鸟屎啊，大便。哎，哎，我突然发现我身上有大便哎、欸。嗯嗯嗯，是什么声音啊？阴阳疗福利，等一下我要开。啊，什么？等一下什么？为什么有阴阳疗福利？我也不知道。他的那只啊，他那只啊，神刃可以抽、哦、抽箱。
我以为哦，什么啦？哎、欸，我把啊，你把头啊？你说他把某个东西吃掉，不小心把蝴蝶马芬吃掉了。我把头啊，我分啊，我把头，把头啊不啊不啊不把头把头啊不对不啊把把了酒啊，好在这里，照明，看一下做一把武器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白天哦，那我要去找怪物被打。这个人怎么怪怪的、啊？我想听他讲那个是什么、啊。我想做两把白痴哦。看看石墙，怪物在哪里？是。反正我替代那个 General， 所以现在要重开吗？要嘛？干嘛？要可以啊。那先让我去被打一下。是多想被打啦！我要听他的语音啊！这个苍蝇是大便的还是怎么样？这是什么、啊？什么苍蝇大便？它下面那一坨是什么？它的排泄物啊，它的黏液啊。所以这个黏液可以干嘛？你验验看会不会痛？哎、欸，有猪人哎、欸！上面不是说你没有装那个吗？猪人我带回来的，全部都变英文的。哦，是哦。它可以当燃料，然后猪人喜欢吃它。所以繁星要重开吗？靠，你也跳太快了吧！不是啦，因为我刚刚在想现在我这个问题啦，就是那个我的情，我这边的情况好像就是上次装的都没装到，我刚好要重弄。好，那就重。啊，有人就想等下被打，一直想好吗？我回去，你先重开嘛。被打的好了没啦？我先回去啦，我先回去啦。干不早讲，我早上拿的东西全部都要重弄的啦。我来了啦，我来了，我回去了。好，我撞、啊！我还没回去啊！繁星断，繁星离开了。没差，他会重開。哎、欸，那我要按什么啊？就是重装要按什么东西啊？他只是要让他更新吧？更新。你点开始游戏进去里面有一个模组那边嘛 ，Mods， 然后你看下面会有个按钮，是有一个红色符号，要更新。我看看。莫的是，然后那我去厕所一下。是吧 ？P A C K 吧。那个好用，好用。你是说在执行游戏的地方，还是？浏览游戏创造世界，我的藏品。然后下面一个 mods。浏览世界。你先开始游戏。哦，所以要先打开游戏哦。呀、yeah. ，游戏里面的，嘿，游戏里面的。开游戏好慢哦！第二季宝石宝贵，为什么我的？它之前是英文的吗？找不到啊，要客户端啊。哈基再一次是 mod 吗？对 ，mod yes， 点下去。好，左下角选客户端 mod。我左下角都是英文啊！选一个custom 的，应该是 C 开头的 ，C 开头的。它是 Slender Models。我找到了啦，在这里啦。哦、啊！它断掉啦！为什么会跳出去？我再多装一个 mod 哦。好，哪一个路灯的？好，好，有路灯太棒了。那个路灯是那个不会熄火把那个吗？对。啊，那个如果开那个什么灭火机的话，它是不是也一直浇熄它，一直浇熄它？知道。玩得到夏天吗？这是重点。我之前自己开来玩，然后撞了那个，然后把洒水器就开下去之后，发现一直洒，一熄掉了又点火，熄掉又点火，他一直丢它。对，一直丢他，超烦的。我好像找到了，就按全部更新就好了。嘿嘿嘿嘿，好。啊，我要重开了。好。重开电脑吗？游戏。哦，好，又要重开电脑。
我的汉化有问题，不给我用。烂游戏，烂游戏，烂游戏，烂游戏是刚隔壁那个 Apex 那个吧？烂游戏，就是一下去就落地成盒那个吧。嗯，刚是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所以没有接你话，不是故意不理你啊。有啊，刚刚团团的刚玩完过来啊。哦，啊、所以是团团没有接你话。他去厕所啊。好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在厕所台。嗨，嗨。嗨。什么跟什么？我不是故意炫耀说我是金色的，可是我要一直重开，我为什么？很奇怪，不是按应用了吗？到了，看，检视个人档案。安安安安。哦哦哦。应用。嗯，来看一下繁星说的那个魔爪。哪个？你不是说你有多装一个？那个灯的不是我贴的那个啊，他贴的是可以把东西打跑走的那个、喔，可以包人吗？不行，你包人不行，我是包人。你是想打包谁？